跟神的个生出来物件，这本来是无自由的物件。啊，你生出来物件，这物件是含你信仰做伙。啊，你做伙啊，今年咧做，我较倒个，啊，你若跳起物件就无去啊，啊，是不是安尼？但是其实也比较讲个，嘛，真正虽然是信仰的这个指引，嘛，虽然信仰的行，跳是这方面跳起，是无思想的。马祖伊个基因里面的，所以咱把咱内底粪色，这三毒，咱清不掉的吼。咱马祖你讲讲，你讲讲说，你隔壁有一个清净无量的祖先，但是你吼，咱连黑金七万年拢隔壁去生出来物件，吼，无正经生出来物件，即是魔王的祖先。咱请一个大尊的魔王来隔壁咱对咱的，安那？断在咱两边，好、哦，所以两个出国讲啊，阴谋无色，阴谋无数，一切都像朋友的两边，但是你把当作是老朋友，好、哦，不要呢，你把当作你想我跟你讲，但是你诚信心啦、啊、吼、哦，我现在高天明，哦，林春生引进了，李振东台湾这个土地对着公平无你讲。但是伊有这个魔王，这个大魔王，咧毁灭伊个一世个代志，伊家己嘛唔知影。伊跟随着伊这个魔王，去咧做这番代志啊。啊，无伊在，伊个二十八岁，用枪杀掉。伊个囝伊个死神，嘛阿爸爱人，嘛是爱个去到国外，现在爱个国外，因为无面出来国外。啊，这但今年个囝死人，爱做伙。阿变也是拖了几个看法，迄毛、迄毛、迄毛病，你也看，哦，迄面相我看不到，吼、哦，正见自无三恶心，毛变心不，真无假，正见自无三恶心，迄、那个正见起来后，迄、那个相就无了，我拄才讲，佛来毛就无去，毛来佛就无去，佛相来。太低了，太低了，为什么这么低？这不能是你，你这个瞎瞎好，你当社会物件嘛？啊，所以你这个你当中呢，以正见做多少东西？当然，你点点都是你学正正见的时阵的基础。我过去甲讲，我以前我在泰国讲过的时阵，哦，泰国讲过的时阵，我讲什么？阿赞阿赞，是那个正见的正见，但是多少钱？因为我这个我过去讲过，迄个境界就是可能意义。换一个开始，你今日你若修到这头前这个境界，你入不入后边七境都拢歪。迄个境界就是一个基础。你若迄个境界去啊，你若进修，你若进步，你若进念，你若进念，你若进修行，你若进念，拢无去啊。所以头前的这个物件的正见，迄个人领悟了了后，后边拢无去，迄邪拢无去，你个方法也唔对，哦，你个方法对唔对？所以你训练在北京的地方，就一头前的空正见，哦，头前的空正见，所以这当中人呢，你了解，迄个前了后，自然贪心起三毒都无去啊，我变心不心不大。迄、那个毛就变骨，我先想讲，哦，感谢你物件，迄、那个生，正点的是正点的骨，偏点的毛，跟你讲作安怎的物，感谢内心世界一生出来物件，好、哦，那是咱去，咱去学习啊，学到正面见，学到正用心，学到正辛苦，不会啊，就是因为咱的专心心地，不会就是因为咱的蜕变。咱对伊个夹来，而且呐，而且哦，这是怎啊？这偏见物件。但是这物件还是要战斗，我都想提到。人无真正勇敢，不怕是真正简单物件。唔是真正简单的物件，因为你个动着，你动着了，哦，你动着了后，你有辛苦无辛苦就知影，足简单的道理就是安尼。发心、不心、一化心、三心本来是一心，发心。但是讲叫做祖先，发心，这个讲叫做祖先，哦，
是恶心，这个是定罪。化心，这个英文呢？发心、恶心、息啊，不是化心，这个叫做清净发心，清净发心，圆满恶心，圆满，圆满恶心，千百万的化心。这个化叫做变化，就是这个身躯的变化。咱的思想经过这个身躯的变化，哦，这个叫化心。发心就是清净无念，咱的这个叫做自性。咱自性叫做清净的发心，无变无念。圆满的发心对清净，对清净的发，对清净的发心。所以流露出来就是圆满，这个叫地位，这个叫做哪？这个叫做地，这个叫做地，这个叫做力。这个力就是你讲叫做主性，主性力。啊，那四角地，四角时间是四角地，这个是地地。你不到上面讲叫叫地主，因为这个发心。我们不信这是感情里面造出来的面，感情里面造出来的面。好，比如说变，这个变，哦，变的里面就是形成的性面。但是呢，变经过啦，经过变了后，因为伊这个叫做铁，这个无形。主性叫做无缘，这个圆满就是无法，圆满就无缺。等于讲，必然对你主性做流露出来，这个智慧内底当中叫做智，啊叫做理智，这感觉物件。太阳，太阳，这太阳，身体内底叫做光，叫做太阳光，太阳。这个跟跟这个地位，太阳那太阳跟时间这个物件是两个物件。好，那太阳落去，啊那安尼当中呢，干是叫做太阳？因为无可是乌云炸的，是无可，是因为是乌云炸的含有关系。但是你一定有跟一定要有太阳，因为一定跟有对太阳出来，那安尼当中呢，因为这个跟就出来。咱的祖先就是太阳，咱的地位就是参照咧讲，叫做圆满恶心，就是咧讲迄个，迄个呐，啊，迄个地位。但是地位内底当中，伊生一种什么叫做地位？叫做地相，叫做地相。哦，这一定要注意，因为这个物件内底不是讲圆满，圆满本来就是因为无法，就是生在地。个参照，伊能去日头所生出来，跟因伊是本来是一组的物件。无了今日有阿一个问阿在的时阵啊，我讲今日讲，迄是因为这个地球的自转加迄个呾公转的物件转过，因为照着，但是跟无转的伊是暗，其实甲太阳无关系，咁是安尼。嗯。咱的祖先，咱的祖先。今暗时，咱今暗才分辨了吼，啊，彼时咱就无分辨了。但是迄个祖先是无分，但是祖先嘛要做功课。但是，伊个祖先啊，有天有天分啦吼，为何就三分钟你都无理啊？无三分钟飘移啊？因为伊就是叫做如如，一如叫做如如，就是叫做如如。但是因为
精神起来，精神休息起来后，咱就怎啦？这我们话讲，先一个在做代志，在做代志思想啊，思想在做代志。但是因为这个书，这个地一定要对立出来，这个色嘛要对立出来。唔过呢，因为你地了后当中，这个地叫天地了，它变成色。六阴生六阴，六阴阴六阴生六色，这个色叫造化。啊，这个色出来，就是因为这个就是六这个，这个不然这个就是无管在你这个，还是这个，伊无管，伊无管，因为这个本来就终极的物件，终极的物件就是终极。你今日去你思想的变化了哦。你叫念的必生，你今日无念的必地，拢共先造出来，大家听好了。这两个造出来后，后面这个变成化身，因为一造出来地，你这个化变不变化？变化，我色都变不出来啦。我们爱来搞多音，音母音，我爱来讲修，我爱来弄这个色地呢。伊个变嘛，变在哪？我欲来大人，我欲来开放，我欲做选手，我欲做读书。好，安尼变在哪？安尼叫化，叫变化。你在这书上变化内底当中，你对这个能量造出了，或你这个化身的变化出来了，那能变化？因为千百万亿，一切物件甚至拢对这变化出来物件，对书上变化出来物件，好。爱要修行，爱修行，爱要听道理，爱听道理，爱要贪嗔痴，爱贪嗔，唔是用变化衰物件，千百万的话，而且咧变化，因为就是这個，你今日这个发心圆满，而且两个一组的人在当中，你今日你若圆满，你今日造善，你若圆满造定，安尼讲就是这个。所以咱要讲，因发心，这个发心，报心。化心感一心，安尼听清楚无？感一个物件，对迄个变化走，对感一个物件，因心无这个味道，地无这个味道，你今两个当造现出来，好变化出来，造出来就是变化出来，啊，你先来变化啊！啊，长大过后两边共同啦。啊，咱讲好啊，就变讲好。哦，你这样变化，当然发生这个化生出来。所以你以前的人，当面来讲，来讲安怎？发心、报心、业化心，三心本来是一心。这个力、气、相，一种如发心跟报心如。这个化心跟着心，如心，如心，我们必须不得如心，心不一如何开心，马上的空间，好、哦，这个化心，我们不行吗？马上的功能，心先化心，我们不行，先慢慢化心，失效，这个变成失效，化心变成失效，我们化心变成化解，好、哦，安尼就得啦。婚姻这个小心，一两个习俗不戒，我们话一两个习俗不戒，观众不戒，干哪文不戒，啊这文变得小，化心出来里面变得小，化出来里面变得小，所以叫做立体小，那叫做习俗不戒，那叫做哈这两个哈这观众不戒，那叫做文不戒，一切都变得不放在里面，感觉的里面。但是分这三样物件，好，分这三样物件，一个头，烧嘞，一头烧，一头光，烧对迄个哪，照对水，一头光照对水，水影射起来叫做影，敢是影射起来叫做影，哦，叫做立体射，叫做影，叫做圆影，啊，咱今日去。我的天我的天我的天但是
然后接着我想到一件事，这个眼影，这个影，啊，其实人都甲讲过，咱伫咱的自信中个表现出来叫做眼影，眼影，你喜欢怎？迄眼影怎样？你喜欢怎？迄眼影怎样出来？咁是叫做眼影，甲你讲过。哦，所以你讲，告诉你，因缘生影，缘造出来就是因为内心世界影。你比如讲照了以后，因为以水影射出来，叫做影，那叫做影。所以这就是三不界的名。但是三不界发心、二心、第八心、三心不忍一心，欲用性用，连住见即是心不破的。欲用性用，连住见。那你们去组建，这个组建，组建一个特殊的大呢，叫树干，叫树干。这个建的人，这该说叫做干，无法未掉，未法未掉，刚开始磨的，刚有组不了开始磨的，你来当组建这边的，你那边刚别当组建就是先，跟着后面。所以这个主见，你有觉，觉的能力，但是主觉，你我拢主觉，不是人话讲，咱话讲我是听的吼，咱话讲我是阿好他人，我看有道理哦，不是你讲这物件，因为我肯定有主觉哦，我感受哦，有感才受啊，有感才会受，你有感才受啊。现在呢，你有感觉受这个感觉，感觉我感觉会画面对哦，感觉。啊，你那边那啥来穿？回转时呢？回转时，我们穿衫对这个感觉。这个感觉就是咩？对内心世界的自见，对内心世界的自信中去看到的物件，跟这个自见。欲明欲用心中明自见。你的内心世界会当看到你家己，跟你讲个，你有看到家己无？我较看嘛是，我即阵啊就笑个，就笑个，那太笑了。做小姐那水，小姐我不想让他闹。做小姐你来看电脑，他基本上基本那是我那边反正是看到，那个老人搬弄出来，刚才过来搬出来，侬看看见，一年恁都看见。但是你无看到你家己不过不精不精不健迄个物件，咱咧学就发现，所以用性根论住人，即是幸福的菩提。哪里看到别哦？你要幸福，你要幸福的干啥？菩提这个干嘛？菩提这个学嘛？菩提啊，菩提这个干，菩提这个干，所以人做大人，菩提就如干的，开心无厌。好、哦，问菩提有无觉的？迄、那个觉就是讲你家己有自觉的能力，你家己有法度看到你家己能力，迄个叫自觉。即是生活的菩提心，你要生活一定要有因啊，要自觉即因啊。做对，你若未，你若自未，自未个自觉，即个思想，即个自觉，即个自觉，即自未。因为你正这个因，自灭到自觉，你正的因无实相。你正自灭，你永远就无得来众生。你正自觉会发的，你要想要出去，你一定走不落，一定要想要的念。所以我讲，哦，这个即是想要的菩提，本从化心生净性，净性相在化心中，本从化心生净性，以心能加。那你再讲，好，所谓的化心，化心，我刚才讲，对人生化出来，你化心的内底当中，一年啊，对化心的内底当中，要先做先，要先清醒，今日不是在清醒中，要先清醒，就是你哩。从性中，你伫自性中流露出来，叫做化心。伫化心做出来了，你要归纳意义，甲自性拢相像。你行为所拢相像，化心的心情是嘛？你行为拢相像，代表你这个心，所以讲
按照海边练习，不过练习按照海边练习，不过但是这个化性的功练习，但是化性你以前精神本将化性本来是因为你精神中心化性，即嘛你化性这个倒转来精神，就是在里面。恁在里面呢？啊，就是作阵无人去学习，我拄则讲，后尾起心，起得来，那了了起得来，你要修何必？练啊！但是我若欠着了，那真正，哦，讲较好话，我来实较强了，唔甘这个两三百万叫，你也唔甘的，不然恁听着你来讲，假不切。世间的人要讲清楚些，但是因果必定有意思。但是咱唔能讲今日了，含在家己的自性中，这个也叫做不了。我伫化心中化出了，因为我听着化出了后，当中我的心动了，我有变。这就是经验你的精神，你靠这个靠那个，经验靠那个经验，这个人能讲意思。你讲对上面后代的看出你的心，对心流露出你的心，对上面后分明到对你的心啦。不存在你的啥，你今日靠你经验，靠你经验，所以这部分就是安尼解释。本将化心心精神，本来就是对精神心化心，这个来对化心这个心精神。对这，对千百万化心，我归了你，这叫做哪？这叫做一种。这个一切，这个一对这个名单，变现到化身，一切先把它化身，一切对一切的名单，都会回归到这个化身身，这个一组没有。这个是安尼讲，应该是本相化性精神，精神相在化性中，精神相在化性中。这个精神就是讲，这个能量加好，你不能再加好。清净化境就是清净，这本来清净，本来就是清净。一上心不就是一心吗？那就像上心不就是一心？不记，那个你要负责基础，比方东西，那哪做？哎，那两个。但是你当中，大方是会讲，六根本来是一根，六根眼、你鼻、舌、身、意这六根本来是一根，一根是哪？心经啊，心经过这根啊，本来是一根，你的心啊，因为把酒放下，心啊，因为你刚才听的。心哪个？因为眼力一些心理都不够，对不对？但是这个物件叫这个分离的合成，但不离眼力一些心理的合成，但是意识不能是这一根这神经。啊，这个物件在讲发心，我们发心，发心不能是一根，一点一延伸出来物件，但是那个归了命，这个归了一切。这个是这个的变，这个化心的一切，一切这个当然可以讲一切，一切是一个行动，所以你功德的功德，那功德的贡献，哦，性，这个性这个净性相法化心中，安详了哦，都感觉怎样？显示化心清净的。东来观化净土的显书化性平这个显就是这个本理解来平静的先写来平静的因为出问题的这个你用这个因为这个出问题的是这个问题的是因为专题项目的告化掉叫专题项目你已经有地位在这个时间你的化心的那种心的做法是这个偏创意的，咱知啦，人人骨碌不行，个个在个心，对不对？大方，
而且那个都是没证据才是谁。那今天出问题，说你先说啥？说你那边哪做哪做？我把六七个人做，你六七中人对当中也是做，六人都处不有钱，欢迎应酬那家的，六七一两做，我把多少做？啊，你六七点做，六七这个一不是，对不对啦？这个八十个人是，这个人是这个心跟心意想。啊，这里是，这里是个作用的物件，是作用的地方。你我当作两块石，我当作平等性地。那安尼当中呢，平等性地是无变嘛？啊，就啊两块石地等于讲嘛，但是啊，第七是在心，哦，平等是心无变，但是心无变是无平等嘛？啊，是连接七色，是一色。啊，这两性啊，做你成功，那安尼咱是得一些，因为那个一些米，一大一个清净无量大台湾行到这，啊，我是你头先我，那你必须心即我心，我发头先，那你必须心所作的多安样，心所你迄个心所作的，你就是协助了第六性甲第四性的成功，去人达成完成。那你讲有意思，这个位置还没开始。心所，心所作的，所以我是我把六心可以转，我把这个都想转，六心跟你想转。那安尼当中呢，你爱对这个我跟你必须心，这是功夫，这是一个功夫协助。所以那心所作的，你协助第七心和第八心的成功达成到完完大无量。啊，唔当动动物件，我哦，这个位置上应该是，所以呢，因为看这个物件是转来转去，但是呢，这个对你内心世界，你心中的当中，性显素化性形成的，显然让素的这个化性，这个物件，这个物件，这个物件就是不增不减，也不是，是因为你无嘛是安尼，你不嘛是安尼。但是因为当时变好，这个化身成就的后面这个物件，你中这个往往不清楚。你真的识，哎，真的厉害，问题出在所在。啊，咱今日你已经在这当中，咱已经出问题啊，咱已经在发现出问题啊，你往往，你俩都往，你迄个往往不清，这出问题。哦，所以咱识较重要。所以这个是修，就是要修好边啊，地要转到地界，讲有缘转处不留情，转处对于你修得来这当中，你一定贯彻，你袂使对遐留情，绝对要贯彻，以利为以利为归，哦，以法为归，无当中得个以情，哦，以事咱就得我当贯彻。哦，所以当代一个万金，那阿弥当中啊，未来当中，你要达到观万，这个无穷尽的、无穷尽的能量，你达到无穷尽的能量，穷空间、穷虚空间都改造无穷尽的能量，这是无穷尽的能量。所以我会达到无穷的，你莫想天上高，你发不掉，菩萨的能量上掉。无上的能量比一切都还高，我说的能量 OK。啊，虽然你的云南、金甲、瑞星世界的高，一切的那能量高，那能量高。所以呢，啊，云南然后啊，不知道这些工程时间点到底过来不到？哦，那时间点不要紧，这工程怎么样？人家一般人家不要给工资的哈。啊，所以呢，你们看到的时间然后啊。方面这物件，现在讲嘛吼，啊，咱台湾那是，然后啊，这个啊，对这个经济方面贡献嘛吼，啊，啊，我感觉个大部分都讲到啊，我们的咱的意识的提升嘛吼，啊，现在都有很多包容，我首先大家看到了吼，啊，老弟的老汉厉害吼，伊毕竟咧讲的是这个，啊，这咱们正常课，像他们做这些项目不少。啊，想起手表。
性啦吼，听老早讲，你也是看这个。我告诉你啦，个性咧，古老早讲，也是爱想看这个。哦，所以咱两个吼，一些啦，可能大家对六谈的兴趣不强，哎，所以我听我讲，当然比这个开始多啊。其实是咧讲好听话，爱听话，啊听话，伊就听好听。最后就把各位把手机关机，给我好，谢谢各位。大炮剪辑。感谢父亲慈悲前大成功，尊道弟子功。一般向无极大母亲三十公里前大悟空，再成功。三鞠躬，感谢父前子慈悲鞠躬，感谢儿子慈悲鞠躬，尊道弟子鞠躬，再鞠躬，三鞠躬，感谢父前子慈悲鞠躬，感谢给儿子慈悲鞠躬，慈驾向无极大母亲三鞠躬礼前大鞠躬，再鞠躬，三鞠躬，慈驾前人鞠躬。送驾父前人鞠躬，送驾给儿子鞠躬，尊道弟子鞠躬，再鞠躬，三鞠躬，慈驾前人鞠躬，送驾父前人鞠躬，送驾给儿子鞠躬。好，大家好，我们谈论。